中国女排赛事预告，中国队能否再次拿下美国队？中央五台将直播，北京时间10月14日15点10分，女排世锦赛六强赛事开打，中国女排将迎战美国队。之前复赛阶段，中国女排曾3-0击败美国队。明天的比赛，中国队是否可以继续击败美国队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本场比赛中央五台将现场直播，各类球迷们千万不要错过，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。